大家下午好，我不懂现在有没有人啊，在看这个直播，但没关系。但我后面呢，就是我们在巴丹住的这个地方叫 The Best Hotel， 这个呢就很靠近我们的以为的印尼的那个点 ，OK， 就在对面。我把那个相机转过来啊，你看到那个红布遮住的那个地方吗？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以为公司。在印尼 ，OK， Batam， OK， 这个是 The Best Hotel， OK， 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以为公司三层楼，那我们会我们的公司会做一个，就是一个开幕典礼哈，我们的总裁，我们的应该五位老板应该会起来了哈，那公司会发布了，其实我们会开。这个公司 ，OK， 那刚刚下完雨，天气还不错了，但还是很闷热，很闷热这样子。那带你们去走一下哈。这里呢我也不熟，可是哈、他们说这个 hotel 的外面哈、这个 hotel 这条街外面哈、是一个商场。你看公司哈、选的点这么好，你看第一点公司很靠近什么旅馆，所以我们朋友哈、从马来西亚从各地来哈，有旅馆住，然后呢，去公司也不用搭车，也不用做什么，直接就走过来地面，哎，走过来不到，应该不到二十步吧，就是到公司了。那这条街是哦，有点像马来西亚哈，感觉上。OK， 就走了哈，刚刚吃饱了，走一下，给你们看看后面了啊。会不会看起来很像马来西亚这样，可以吗？我也不太清楚它的商场在哪一个方向呢，一向哈、因为我也是今天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哈、我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点。好。那我也来走一下。有进来的朋友，有听到我的这个直播，有看到我这个直播的话，帮忙分享 ，OK？ 分享给更多人，让他们知道我们以为公司有在印尼，我们会开我们的自己的市场，所以很欢迎大家。如果还没参加的朋友，跟我们一起来一起做，好，大健康企业，大健康企业，这个是一个企业，我们不是说做工。也不是说做个小生意 ，OK， 做小生意也是要做，做大生意也是要做，做大做小还是得做 ，OK， 大不如我们就去做大哈，好不好？那再看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这边还有一些屋子哈、很像泰国，又很像马来西亚这样，有点亲切哈、这样就像不像新加坡了。新加坡太过多那些，比较高的那层楼，比较新的层楼，这边的话是比较哈、看起来比较，怎么讲啊，就比较 relax 啊，对不对？来这边不会压力，不会感觉到哇，很匆忙。就你看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天哦，都会有24小时。我来到巴丹哦，我多一个小时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慢一个小时嘛，慢一个小时，我是不是多了一个小时出来？所以呢，我有25个小时。你们有24个小时，我有25个小时。OK， 我没有估计错的话，这个商场哦，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哎，那你们去走，顺便我也熟悉一下哈。从旅馆走去那个商场呢，大概应该是。你慢慢走的话，应该是不到10分钟吧。OK， 这个好像不是商场，这个很像是另外一个旅店啊。商场就在这条街的后面，走看哈、至少以后你们来哈、你们不懂不认路的话没关系，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视频哈、看我们在哪里。有进来的朋友来打招呼一下。
等一下哈，我们哈在这里忙了一下下哈，然后我们就会去商场按摩，轻松放轻松一下。那今晚呢，我们的 Anku 老师呢，我们的公司的营养师呢，他会在这里讲一场哦，我们讲了健康的那个讲座哈。如果有朋友在巴他们的话，可以叫他们直接PM 我在我这个 inbox 也可以，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讲地址在哪里，他们可以下来听听一下哈。那对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怎么讲？那个商场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商场。那你说马来西亚哪个比较大商场呢？例如是哪一个呢？我也讲不出来，就可能讲像JB 的 Paradigm 那边，大概是像大吧，看起来。这个我没错的话是叫，叫什么啊？BSC 还是 BCF，我也不知道哦。这个商场，你看从这边到那个树遮住那个地方，我也看不到哈。让我过一下马路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大哈。就大概是这么大。好，那现在哈。我带你们走回去公司，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的公司看看好不好？我们的新的余威的点，另外一个点，看公司在短短的6年，我们已经开了几个市场：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台湾，然后现在就是印尼，有印尼很多的会员，请你们哈，就把你这些会员朋友哈、亲戚家人哈，全部招过来哈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业。OK，我们这事业呢就不分彼此了，没有说你我他还是什么线旁线啊，什么线啊，什么线啊，没有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只要是余威，你进来成为会员，你也就是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家人之一。OK，没有说哦，你是什么人的线，我不可以跟你讲话，我不可以教你东西，我不可以跟你讨论东西，都可以的，我们都很 open 的。OK。这个直销公司最美的一点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分彼此，OK？我们无论是领航人也好，无论是讲师团队也好，无论是在做事业的人也好，OK？或者是呢，在服用这个产品的人也好，都是一家人。不明白的东西、不懂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分享，OK？没有说我不可以跟你讲，我们都什么都可以讲，OK？好，啊，戴着那口罩讲话哈，是有点喘了。好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这间 hotel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去对面我们的那个公司里面。我进去里面，我应该是可以拿口罩出来了，不然很辛苦哦。好，那你们来看啊。好，我们倒回来这边了啊，我们认得哈、我也不用什么地址了哈，等公司发布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来。OK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了。嗨，大家好，刚才我上到那个梯级哦，就完全这个上不到一半而已哦，就完完全全断线了，然后。我就借用他们的 WiFi 哈，讲到一半哈，我们现在上来第二楼，OK，第二楼没估计错的话，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一个讲课的地方哈，你看到吗？他们还在装修着哈，这个是我们的 Coco 啊，Coco 在教人家怎样做工，你看，厉害厉害。喂，大约这个地方哈，可以。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不分开的话，大约可以坐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排，大概八位哈。那八位的话，如果要舒服的话，一二